OK， 那么现在正式开始这一次银魂联动的抽卡，体肤今天已经开始了，正式服还要等下周三。那这一次银魂联动我还是比较欧的，免费一抽，每天的免费一抽，抽到了一个银石的印花，加上全 SSR 收集有一个印花，还有活动商店里面兑换了一个印花，现在银石我已经有三个印花了，这就三个怎么来的？送了两个，加上免费一抽抽了一个，那接下来我只需要再抽到两个印花就可以拿下银石了。我预计200抽以内可以搞定本期两个联动角色啊，那现在我们来吧 ，Go Go Go！ 来，六、兔、名字起手，嘿嘿，跳，180连抽，没有出硬化，也没有黑屏。这一次联动也改成了60抽必定黑屏的模式，而印花则是和之前一样，每40抽必定会出一个印花。当然，在之前的39抽里面也是有概率掉印花的，像我今天每日一抽就是出了一个印花嘛。这里跳一下，好，第二个十连抽再拿下一个银石的印花，那这也就代表着我现在已经有四个印花了，银石还差最后一个，嘿嘿，好像200抽都不用啊。这次银魂联动抽卡运气挺好的，不知道这个欧气能不能给你们分享一下。好，这里的话没有出樱花呀，29次以内必定出樱花，29次以内必定黑屏，也就三个十连抽嘛。哦呼，画一个眼睛，来吧，这三个十连抽我就写一个赢再写一个乐吧。好，禅心云外境第五个印花也拿到手了，这里是这一次40抽给的随机的 SP 式神，是禅心云外境。好家伙，我银桑的五个印花，两个是送的，三个全都不是保底啊，三个全都是提前出的，有点东西，嘿嘿嘿嘿。好，那40抽的随机的 SP 是神禅心云外境拿到，接下来我就直接转到神乐去了呀，银石已经到手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抽一下神乐 SP 春，嘿嘿，不滅のもの。好，现在已经可以把银桑给合出来了呀，可召唤银石 Go。 好，银石到手，现在切换一下，哎，银桑，你的召唤动画呢？银桑，银桑，你在逗我对吧？你的召唤动画怎么消失了？抽完神乐以后再去看一下。先写个神。银桑，你的动画去哪里了？银桑，好，这里跳一下。哇，又是一个十连抽掉了一个神乐的樱花，天哪！这次体肤这个抽卡欧的我有点害怕呀。该不会把正式服的欧气全部给透支了吧？现目前40抽保底樱花，我一次保底没出过啊，都是提前出的。主要就突出一个美滋滋，就突出一个欧翅毛。来自欧洲细作哥的背叛，这一发要出现黑屏了。这次黑屏还是保底出的，我来看一下黑屏出个什么东西啊？哇哦！我活动商店里面的已经兑换过了那个樱花，不用四个群找，就直接把这个神乐定春的樱花给抽出来就行了。抽到一个小公主，正好小公主这一次斗技赛有皮肤啊，哎，不过我体肤没有打斗技，估计还买不到那个皮肤。好，接下来我看看现在多少抽啊，现在累计一共是抽了，哎，哦，在这里啊，累计抽了61抽啊，真不错，到目前还没有100抽力，嘿嘿嘿。乐，写个乐字，乐乐乐乐乐。这波就跳了呀，十连抽没有出印花，再来个乐。好，然后再继续跳。咦，还接到一个狗血呀！接下来十连抽必定会出印花，那这一发只要跳一个印花的话就说明是保底，跳两个印花的话就说明不是保底。来看一下，勾玉当然是攒出来的呀，
自己放太古结界卡，再加上去蹭好友的太古结界卡。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两个硬花不是保底。我的乖乖，好像一百抽能搞定。我再看一下啊，再看一眼，好奇怪。哎，真的，因为这一次联动还新增了一个，到一百抽可以再自选一个硬花，就比之前的联动还多了一个硬花。之前只有四十抽保底，现在一百抽还可以自选。那我这一发十连下去，我到一百抽了嘛，对吧？一百抽我还可以再自选一个神乐的硬花，那之后我只要再抽一个硬花，一百二到一百三，我就可以拿下这一次的双联动 SSR。你吼那么大声干嘛？哎，黑屏，黑屏出了一个御愿波惹，甚至激动到炸麦。御愿波惹。好，这一发的话，哇，又出了一个神乐啊！这么欧的话，今晚上我睡觉得小心点了呀。这个是这一次新增的一百抽送的自选樱花，而这一个樱花的话，就属于是凭实力啊乱抽出来的。你敢信？好像五个樱花凑齐了耶！这真的是我抽过的最欧的一次联动活动了呀，最欧的一次联动抽卡没有之一，没有技巧，全是欧气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家敞开吸啊，随便吸随便吸，这样的欧气给你们，你们肯定也要啊。来看一下这一次银桑还有看一下神乐他们有没有抽卡动画呀、啊？不会是体验服还没有放出来吧？哈喽，那体验服还没有上，估计要等到正式服才会看到了。叔叔，你的动画呢？啊，都没有上这个抽卡动画呀、啊，那就要等到正式服才能看到了。这一期的两个联动，如果非要二选一的话，我觉得可能选神乐会好一丢丢吧。神乐感觉斗技有点说法，银桑的话我自己还没想到啊。但也说不定后期银桑那个嘲讽开发的会更好用一下，这个也说不准。反正先选哪一个的话，下周三再说吧。今天才体验服，刚刚才开始抽卡嘛，不好说。然后银桑有一个这个彩蛋，我想把它点出来一下。银桑的那个秃头彩蛋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可以再表演一下那个吗？银桑。可以再 cos 一下阴阳师吗？好了，那么这一次银魂的最速联动抽卡我就抽完了呀。我也是没有想到居然可以抽得这么快。来吧，把这个欧气分享给大家，点赞拿走这个联动硬化的欧气，祝大家也像我一样，每一次出的硬花都不是保底呀、啊，一百抽直接拿下了双角色。好喽，那么这一次银魂的联动抽卡到这里就结束了呀，很快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很快，猝不及防。